她是妈妈救助的流浪狗，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。我才不要妹妹呢。自从流浪狗来到我家，就故意想要讨好妈妈。妈妈，碗洗干净了，我和我争吵。妈妈，泡泡脚吧。哼，我不会让它得逞的。给妈妈杯子里放点醋。流浪狗，把水给妈妈送过去。妈妈，喝水。谢谢奶茶。这是醋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呀？滚一边去！让你走你就走吧。可是，走吧，别啰嗦，快滚！妈妈，奶茶，我回来了。你们在家里没淘气吧？我靠，奶茶去哪儿了？妈妈，奶茶向你说他，于是他就离家出走了。妈，离家出走了，那我赶快去找找他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不帮忙还捣乱，真讨厌！可可，别玩了，等下妈妈回来要骂我们了。我就出去一会儿，你们俩谁干的？不说的话，今天你们两个一起挨打。妈妈，是我弄的。奶茶就知道是你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您的快递到了。妈妈，这么热的天，你不要生气了。还是可可最贴心，送妈妈这么棒的礼物，可不像那个奶茶，就知道淘气。不帮忙还捣乱，就知道是你，是可可最贴心。你们俩谁弄的？谁把我手机摔坏了？不说的话，今天你俩一起挨打。妈妈，是我，手机是我弄坏的，要打你就打我吧。你玩我平时那么疼你，进来你就别吃饭了。可可，走，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说吧，明明我看的是扣扣弄坏的手机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妈，你总跟扣扣说大的要让着小的，所以他老是让着我。我发现我不疼他，就没人疼他了。好，奶茶真是个好妹妹。奶茶，谢谢你。不好，方便危险。妈妈，快让开。奶茶，你推我干嘛？就知道调皮，真讨厌。可可，别玩了，妈妈就要回来了。哼，少管我。我回来了。你们俩谁干的？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。妈妈，是扣扣干的。妈妈，不是我，是奶茶干的。别冤枉我。真的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扣扣平时很乖的，只有你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。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你。妈妈，我们家扣扣等得多。走，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今天就饿肚子吧。呀，狗狗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主人呢？那你伤得这么重，先去我家吧。走。狗狗，来喝点东西吧。快喝吧，以后啊，你就住在这里吧。下班还要叠这么多衣服，好累呀。可可，都知道帮妈妈做家务啦。怎么每天这么多狗毛啊，头疼死了。哎哟，可可还知道关心妈妈了。没事的，妈妈只是最近出门少，运动的也少，在家里闷的而已，没事的。奶茶，你在干嘛？不帮忙还捣乱。主人，我没有捣乱，你最近为了照顾我俩，一直闷在家里，都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。妈妈，不好了，奶茶被砸伤了。啊，砸伤了，我去看看。奶茶，你怎么了？奶茶，你怎么弄的呀？快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奶奶，是番茄酱，你又上当了。走，又是番茄酱，看我不打死你。奶茶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，看来是要扔掉它了。奶茶，出大事了，妈妈说她要把你扔了，你快听。奶茶真是越来越不听话，看来是要扔掉它了。这下玩大了吧？识相点，你还是自己走吧。妈妈，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哼，奶茶真……对了，可可，我怎么没看见奶茶呀？妈妈，奶茶说你打他就走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啊，你走了？那我赶快去找找他。哼，这是我给 Coco 做的肉干。
的，饿了就去喝水，滚开。阿康，我们追剧好不好？奶茶，把 iPad 让给 Coco 看吧。哼，真偏心，我不看了。奶茶，我去上班了，你在家照顾好 Coco。我才不照顾他呢。奶茶 ，Coco 呢？妈妈，我睡醒以后 ，Coco 就不见了。什么？主人，主人，怎么会有两个薯条？我才是薯条，他骗人，我才是真的薯条。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有了，你俩说说看，咖啡和牛奶，我平时喜欢喝哪个？我哪知道？等他先说。主人最喜欢喝咖啡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主人最喜欢喝咖啡了。好，都回答对了。下一题，我平时最喜欢做什么？那谁知道呀？薯条，吃饭了。哎，薯条一号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因为没有主人的口令，我不可以开饭。好，薯条，你才是真正的薯条。说，你是谁？我是薯条呀。没有我的指令，薯条是不会来吃东西的，而且薯条根本不喜欢吃丸子。说，你是谁？居然猜到我是假的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可可奶茶，吃饭了。让开！你嘴巴那么臭，让我先吃。Coco， 你挑什么呀？奶茶，你凶什么呀 ？Coco 都说了你有口臭，让 Coco 先吃，你吃剩下的就行。每次有好吃的都是让 Coco 先吃，真烦，讨厌你们！切，让你老不帅呀！奶茶，你最近口气真是越来越重了，以后我们分开吃。嗨，看来这个家我真是待不下去了。奶茶，你去哪儿啊？妈妈，你嫌弃我，那我走就是。走，奶茶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。哎，妈妈还是爱我的，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不帮忙还捣乱，真讨厌！可可，别玩了，等下妈妈回来要骂我们了。我就出去一会儿，你们俩谁干的？不说的话，今天你们两个一起挨打。妈妈，是我弄的。奶茶，就知道是你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可不像那个奶茶，就知道淘气。不帮忙还捣乱，就知道是你，是可可最贴心。可不像那个奶茶，就知道淘气。不帮忙还捣乱，就知道是你，是可可最贴心。